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三册第二课《玉兰花》。玉兰花白果香，玉兰树啊水当当，隔壁埕种一丛，风吹香味四界送。认识水仙花、梅花、玫瑰花、菊花、莲花、兰花、青啊、椰子树，看花容易，绣花难。看人做代志真简单，毋过家己做诶时阵，就会感觉较困难。剃秋开花，咧讲物件真罕得看到，也是代志真歹实现。